各地的游客挤满大街小巷，用最精心的装扮出席，展示各种精巧且手工细致的面具，使整个城市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假面舞会会场。为期两周的狂欢期间，整个水都都陷入疯狂状态，也让威尼斯成为主要观光景点。狂欢节历史11世纪，举办时间为耶稣复活期间，月前40天，教徒们会在丰年前先享乐一番。现在记者位于意大利威尼斯嘉年华会的现场，这里有很多旅客都戴着假面具来到这里。新闻台，我是主播彭恩维，我下次再见。